这就是这个车啊，这意思，这车不，你这儿弄我练开，我就在这车上车有练能动吧？你不听，哟，这是一刷，我没有上头了，我刷哪去了？那都是去老，人家忘了开车，干吧？我给你报个主子的，不管能主要就练。 哎，把梯子拽下来，应该是保险啊。别把梯子掉，受不了了，撞你一下就受不了。开一下也行。不行，不行，船长系住不住？船长系住不住？船长，快点，兄弟。这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。 几分钟的事儿啊！我那个六分钟。那会儿就，有挂吗？但是咱们现在正在修铁路。对。不行啊！你这个小心让梯你。给这种烈马修铁儿，精心弄破。 凡是万无一失，家来到保险，修天师傅还是比较谨慎的啊。这个就像养狗一样，永远不咬主人，但是别人就说不好了。 是吧？就像养狗一样，不咬主人，打不了这个包票。嗯，一动手一缠，没准儿。嗯，毕竟是外人嘛。
捞呢，用光吃白酒了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就那家当吃就回来就了。我这还在啥时候？不在啥时候？中国那玩意儿是中国呀。哈哈哈哈哈！老总这是会干的。你这那块钱包我溜溜的，家路上溜溜的，硬掰，把钱都掰坏了。哎，老手给来点，来点，来点，来点。你后头再来点。三个，哎。审了，审了，不审不审，我这个照着。我腿盖了，你给我坑坏了，我那我可不给你说。我那压着，压着你，压着你，压着你，压Thank you.